谢好听的这个丢丢的哈。好，现在这首曲子呢，哦，不一样了哈。现在虽然天还没有黑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这个，这首曲子呢是取自于《杜兰朵公主》普契尼歌剧《杜兰朵公主》里面一首很有名的 aria， 叫做《公主彻夜未眠》。我们请到非常有名的男高音陈忠义陈老师，我们欢迎陈忠义陈老师。谢谢。什么那个啊？